撒种，让我们分享，让我们祝福，还要常常说谢谢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请我们吃饭的话，我一定会说谢谢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来这边觉得很舒适吗？刚才高弟兄所讲的是众朋友的什么？是众朋友的爱，跟弟兄姊妹都有关系。你都在建造之中，祷告在这里，你的奉献也摆在这里，你今天的人也住在这里。而且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觉得很适合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啊？香条，这里啊尤其适合结婚聚会。我忘了啊，这边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不是凤山的，不属于凤山的，也不属于南山的，属于谁啊？感谢赞美主，非常有印象，属于谁呢？再讲一遍，大声一点。这里不属于高雄的，也不属于南山的，是属于高雄市教会的。尽量的使用。另外我再讲一交通一件事情，我们连长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常讲说要我们长寿的话，第一个要我还补讲一点啊，这里的人再多，弟兄姊妹会不会头昏呢？不会头昏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边有二氧化碳的侦测仪器，只要空氧气不够，它自然会把气再输进来。所以做人虽然做的很多，但是啊，弟兄姊妹不会头昏，而且还可以过滤 PM2.5， 所以是非常适合聚会的地方。那就跟刚才讲到了，说我们年长以后，我们要身体。必须有几个条件呢、我们想舒适的啊，一个是什么？老本、老伴，还有什么呢？老狗，你看多么俗气啊！没有完全没有圣别。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是什么？第一次穿叫什么？这有属于的理想啊，这叫新的衣服。我们年长的是新，不是老。